好嘞，这一题我用那个什么 elimination method 我的 equation one，我让这一边变一样，OK，就 equation one 乘七，它就会变成3721m 减14n 等于19乘七，我拿到的是133，好，这个是 equation 三，然后我的 equation two 乘二的话。就10n 加14n 等于22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四。然后我的这一边我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的这个已经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同符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用减；不同符号，我用加。所以我 equation 三加 equation 四的时候，我就有31m 等于155，所以我的 m 等于155除3，11。然后拿到的是五，那我 sub 我的 m 等于五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 的时候，equation one 是3m，35减 2m，35 减 2m 等于19，所以我的 2m 等于15减14减35减14减19，OK。然后我会等于 2n 减4等于 2n，所以 n 等于减4除2等于减2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可以拿到的是 m 等于 5，m 等于减2。